现在很多人过着斜杠人生，应该很少人比我的斜杠还要斜。林淑芬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姓王。这么紧张干嘛？这几年被追债的经验，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是越跑越快。我没有在称赞你好吗，小姐？只要呢，我美琪努力不懈，一定会有中的一天啦。你老妈我 Grace， 我跟你说，你就要开始走好运。4月15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东森戏剧40台，罗琳雅塑身衣，姐妹们追吧。